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89午夜3:16的龙蛋16点整，我拍这是217是 B 次交通沿线回送合同的，用83的麦斯为小圈车，在瑞芳站驶离哦。然后大家会跑23 A 次，然后回来的，还先去活动代地，那个彩莲啊，然后泰鲁格啊，然后普悠玛的那个自强号。先行去代理，然后这边有一台柴油客车四级儿童，这一期上了，拜拜，我的微笑圈乐在瑞芳站驶离，感谢各位支持，真的很感谢。